怕不怕啊？你很慌吧？你真是的你。操。啊。难搞。感觉两级可单杀。他那个频率太赖了，哎，你别杀到那里去啊！不行就逼了，或者就送塔呗。你这搞的，你绕地球一圈是吧？你是香飘飘啊？这屌毛绕一圈。双招，你还要越，你还要路，你真是个入侵之王啊你！你的屌毛一直入侵，我要被越吧？他能越你？我服了，我在看上路，我看上路呢，我是不是跟寡妇擦肩而过了？那个，小心扶耶格，二换二还行吧。其实这样子是我亏，因为我这样子给信号，他们还是要打。虽然说二换二，但是我中路是亏一点的，但也没办法，毕竟人家二打三，我又不，我这波也没去干嘛。有风女就算了，人家这里 AD 还在我面前，不要老是入侵。这个豹女这是个入侵王，看情况入好吧，我是可以陪你的。破个骸骨，哎呦，干，打不到。唉，可惜，别死别死。单杀，都给爷稳住咯，兄弟们，应该都能懂中路是爹吧？哎，我现在打游戏真行啊，都挺 C 的。我现在打游戏，我最近对线单杀率太高了。这个本体用的怎么样？开窍了。哎，我也感觉我这，哦，一路亲别人半天，结果被别人单杀，我真服，完，这，是，哎，我是不是不该追啊？操！我没大，妈呀！哎，我就说我是不是我追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不是不该追？哎，火箭可以可以，那还行，那就不亏了。哎，我有这么好亏，感觉我要被抓。这虚弱，哎，烦。差点又被单杀，啊！他被先锋打死了，这福耶格中单还带个虚弱是真的，真的畜生，怕不怕啊？你很慌吧？
别搞笑，你要搁以前，我可能会被你杀，但你现在，我现在是对线单杀王，我不可能被你杀，但我可能会被寡妇抓，兄弟们，这一波，我想让豹女来保我一波，我跟你那么多入侵，你这波不能不跟我吧？算了，回一波家去，豹女不来，这样的对线单杀王，各位爱不爱啊？啊，这个71胜率的职业哥没干过我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今天对线过一次这个英雄。什么？要我去下路放啊？寡妇在我这，寡妇，妈的，我像青蛙，寡，没有本体了呢。算你走运，我只能说，啊，我没续本体这一波，差一下伤害，能吗？呜呼！谢谢老板送的火箭，老板大气。这一波也是出门买长剑，哎，怎么总是这么巧？每次出门买长剑的时候就没续上双 Q， 就需要它。完了，现在杀不了福耶格了，这一波福耶格有虚弱。这寡妇一肥啊，玩的恶心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吗？就很难受，他不露脸，我就可能会死。我死了就不行，对面我家对面中单两级，我这么大优势要是死了，哎，玩不了。哎，没人看。你这样子慢有什么用？你这样慢不行。点数，他没大吗？他有大缸，为什么第一波先交闪现不交大先？我这个血量下去不会被福耶哥单杀吧？还有虚弱，还有盾。呀，哟，修起来，你没技能了。其实每一波我杀不了他，都是因为这个虚弱，这个虚弱就他十条命了。我想打注意，怎么都打出了一个 O 啊，显得我像个男童。好的哥 ，TP 后面直接爆杀了就。来喽！哎，操！石头人怎么没过来我这边？慢点！哎，哎呀，我这波失误了！靠，我这波的操作有点那个，具体是什么词我不说，你们自己想。乱配，等点。这石头人真听话，哎呦！如果我是男童，我肯定收他做我男朋友了。哎！这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点了？为什么点投降？为什么打不过就点？你有电竞精神吗？你是不是废物？打不过就点，哼，傻猫。大家没点关注的，给阿亮点关注啊！每天直播时间早上10:30和晚上8:30。